美国一名牧师拒绝取消9月11号在他的佛罗里达州教会外面焚烧克兰经的计划，尽管宗教界和政界领导人一致反对。特里·琼斯牧师说，他焚烧伊斯兰教最神圣象征的计划是针对激进的伊斯兰，这项计划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说，领导一个小型教会的牧师能够因为一项可耻的计划引发全世界的关注是令人遗憾的。